各位评审委员、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我们是大溪罗德社，我们的宗旨是要传承三太子的忠孝精神。而我们的故事除了一般的劲歌热舞，我们还加入了舞台的效果，还有我们的宗教色彩，还有我们的教教精神，让在座的各位体会到不同的感官享受。那欢迎大家进入三太子的世界，谢谢。掌声欢迎。我们的故事是这样发生的：哪吒游东海，他得罪了东海的龙王，东海龙王的儿子又被哪吒杀死了，所以哪吒害他自己的父母受到牵连。那哪吒他要如何保护他自己的父母？他又是如何化作莲花化身？最后他又是如何和自己的父亲离境，建立起深厚的父子感情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是谁在大闹龙宫？
旨，下凡与人间度一切众生，愿大众都能离苦得乐啊！岂能为这小小的志，那你仗了你的道行呢？今日我来于此地，是愿能化解你与父亲之间的情结。你呢？请你赶快归队于仙班，也愿你快速到和父亲一心，合心协力来救度一切的苦难众生。罗藏，你服不服啊？好，放放。你若服者。